白雪，你干嘛啊？口香糖你不可以吃，知不知道？啊？你还咬？拿过来，快点，给不给我？啊？你看他，找了一瓶口香糖。白雪，果然是吃货。你看他，你看他。又跑了，啊！拿过来，快点，拿给我，拿过来，白雪，给我，就知道吃，是不是？嗯，还背对着我，哎呦，放不放？看，又拉过，哎呦，哎。谁拉得赢啊？谁拉得赢？你看看，咦，去，白雪，你干嘛？白雪，啊？你看看，在哪里呀？啊？刚才的那个口香糖，在桌子下面。从这边推过去，又从那边推过来，是不是？在哪里啊？在下面呢。啊？不找了吗？不是在这边啊。在哪里啊？那么笨吗？你看看，在哪里啊？不是在这边，找不到啦。看看，你看，拉不到。从那边推过来，然后又从这边推过去。看看，拉不到白雪。那给你，白雪。你看他，我推过去，你就推过来。拿不到哦，纸都被你咬烂了。你看，打球是不是？你看，太胖了，夹着他。要从这边跑过来，你看，你看，要从这边，哎，拿到了，白雪，拿到啦，终于拿到了，是吧？你看他，真的是累成狗，没错，玩了一个晚上，现在累了。累了又睡觉了，你看他，一般9点钟，现在是9点了，他就要睡觉了。那口香糖呢，不知道被他弄到哪里去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小猪猪是不是？你看他，还叹气，累了吧？嗯，好了，睡吧睡吧。